张。在这个大的宝贝，这个小的还要长，还要没长大，在这个大的哈，在这个宝贝圈里，在这种大的，你看嘛，有这个，大家处理好办了，拉就，包的时候我们把它抽起来，你看它说这个树倒了，倒了，抽起来啊，你在这个大的看这种，大大的哈，好不好？大的，大的，对，大的。当时种辣椒的时候，老鼠也在那个土里面玩了几天，你看这个辣椒长大了，摘过去了。哎，在那个大的宝贝，这个不能摘小的，小的不要。在这个看这个大的，看没有？大的。大的，哎。这大的啊！你去出去吧，你去外面玩，啊，去外面玩。妈妈，有。他不在啊。我有。今年辣椒大丰收，家人朋友们，喜欢吃我们这边恩施高山啊，这种软皮线椒，这个是乌辣，这个辣椒，这边刚出来不久，刚刚几天啊，软皮线椒，大家直接现在可以下单了，你们，这个辣椒真的好吃。有，漂不漂亮？漂不漂亮？有。